好，狐狸一开闸嘅时候啊，咁啊曾经起擒嘅加洛龙区响后边啦，前面快噶嘛，不可挡已经系走噶啦，咁啊见到中间闪电烈马啦，最入啊加州德智啦，第三四位嘅马咧仲系疑心星啦，橙帽黄酒只系着灯啊，后多层嘅马仲有万里飞智啊，尾四中档咧就中横万里啊，咁啊后边三匹马日日赢加洛龙区，上上有余系暂时垫后啊，好啦，跑咗一半嘅路程啦，不可挡转啲配备翻翻嚟直路一千咧，就真系好似放得好松容啊，支离咗后边对手三个马位啊，着灯第二位，中间有疑心星，最入嗰只系加州德智啊，响外栏等紧位咧，仲有红衫紫色帽咧就万里飞智啊，并去最入追啊，系常常有余嚟嘅。好啦，最后三百零米啦，不可挡仲有半个马位优势啊，外边疑心星上紧嚟，外栏位置万里飞智嗰度够唔够位咧？最入系呢只常常有余，最后五十米疑心星响中档已经透出咗赢出呢场赛事，万里飞智就跑第二、第三名，外栏嗰只不可挡啦，第四名。中橫萬里係咪機會係比較大啲咧？結果今場賽事咁啊都係主動少少嗰啲馬又好啲咯。疑心星咁啊結果都贏翻場啦。外欄位置不可當嘅力弱啦，萬里飛智追上嚟跑第二，第三名係不可當，第四名係咪中橫萬里機會係較為高啲咧？疑心星咁啊用阿黃志宏咁啊姚本輝咁啊似乎啊有馬贏啦，到先。